嘛，你啦，啊，无啦，金山路灯，你个人哦，精神分离症。哈？金山我家己断，我都知影。哦，你看金竹咧，这条金山拢好好，啊，你也讲你金山断去？咦，奇怪，明明我这条金山拢断断去，安怎这么会好好？嗯，安尼我知。天生善人，你敢接线的吗？嗯，我都不是接线成功的，我都能跟你接线。迄那接线来讲啊，迄、那个线嘛有骨头，迄、那个线拢顺顺好好，都拢总无骨头。安怎你讲牵线断去？啊，你即马讲我跟你接的，你的精神分裂。咱这个牵线那是断伤久啊，哈、啊！第七条线断落，水火风雷变变旧。要说来去山崩地裂，当然会影响到你的精神，会导致个精神分裂症。要看物件看袂准，一个镜头啊看到相机，要牵线无灯看我灯去。吼吼，原来我就是精神分裂下掉。你即摆看安怎？即摆看这条牵线无灯咯，对了，安尼你的精神已经复原啦，那免等去逼逼我咯，回转天生观音，无唔对。好好好好金光万朵随去千条，迄、那个拍算是乌丢帮第三代教主，你来看卖咧。哦啊，伫迄个高峰之上，一步一步已经慢慢在咧坠落来咯。伊的脚底也出金光，伊的头壳也出金光，种种拢会出金光。哎呀，到这来，我相当提高境界表里。那也无看老和尚，老和尚走对，哎，那也都无看，真奇怪。老和尚，哦，老和尚，原来你比在遐敢有吐东西？你比在遐腰都有看哦？无啊，我老在比在遐，我是想讲要来放屎的，哦，你袂骗你啦。三道金光到位，这个都是第三代教主。那要安怎？无要紧，顺人意来讲好话，风破海浪去自消。那是讲话呢，算讲老和尚，你伫咧讲啊，较好讲，互你做头前甲讲好就是啦。有咧咁样看啊啦，有咧咁样看啊啦，你当作恁爸阿土，啊？哦，我是你想讲我好乖好乖，我敢若，你做头前，麦将星做第二，我做上后壁。嘿，不错咯，麦将星做上后壁，我做中，安尼我较袂去用暗杀掉。好啦好啦，你住在中央上界安全，都对唔？安尼，看来。天生善人三臂吗？对，我都是乌丢帮第三代三教主再来。阮三人都是叫做九号善人啊，我就是叫做七星善人，我就是叫做五华善人，位置乌丢帮第三代，第四代拢死。第五代也是，今日我专工特别收拾着你的性命，唔通啦唔通啦，二号伤症比你伤，决定啊那是，叫这边看是了可怜哦。你知影讲卖匠心，伊这个第七条身家厉害，而且老和尚呢，伊气功也无穷，嗯，可得你这嘴，何必多言啦嘴？破八层也无走不了你，麦将星啊！你的第七条线唔着我断落，袂用你。
天生山人，我即马搁断落去哦，我仙丹妙药都无可能能解救。第一条线断落去，伤着我家己的身躯了。即次最后走，以外别无他法。走哦！走！对。阿摩叫阿咧，三三面带忧愁，你到底唔知是何等的人物？大家问我咩咧？问我到底三比是比在什么所在？我们就向前盘问详细。喂，我问你。有块三笔对着来无？啊，三笔是啥物叫做三笔呢？天生善人老和尚，干嘛会降生赵红尘为你三笔？三笔我都唔捌你啦，有人招着来无？无啦。你是安怎那的？目睭去望一路遥？我就是叫做无情万劫，独眼万孤魂。世间上若看到身甲功夫练愈好的人，我愈愤慨；若看到金公主老练的人，我愈怨叹。你啥物人？乌丢帮三代教主，第三代的人了，安尼想。哦，人生的运命。那会参照我这款呢？啊，怨叹我的运命啦！哎，老和尚，你有看无？迄个讲怨叹安尼念念哦，怨叹一个哇，这腰肚呢歪过起喘。金光刚隆中破了了，也咧用白了，哦，早喷香伊，嘿，这几年来哦，还出只奇奇怪怪的新笔者，参照迄个为何名利处，敢那为何名利处尔，啊，大家拢好势，啊，现在这里讲怨叹我有命啦，安尼尔尔，这腰都拢好势好势啊，嘿，那看下这款现在的新笔的武林嘛，咱三笔的功夫拢总袂用哩。有时候呢，我老早就跟你讲，要倒转来阿母了猪哥骨，转来牵猪哥兼饲阿母，你都唔我转去，嗯，让你往推算诶，牵猪哥趁强，饲阿母能有阿母能通食，啊，你都唔我转去。来啦，老和尚，咱的业障还未满呢，业障若满了后，才倒转来还阁未满哦。回转天星果园去了，哇！水仙阁，平生五事知，初冬春水足，风月日滴滴。哦耶！奇才子本老生诶，我是风尘七才子才来。出来游遍三山五岳、九江八河，安老不说，观看贱民来哦。谁为何故这般慌忙呢？我对第三代乌丢帮的教主钟情听水。安尼好，林众人等于求见第二代，这阵事我也来调查。好，多谢请了。向前调查着三笔，
然后调查着为何命离此，调查毒眼万国魂的详细网络之情。回转天星过一前来，今日若无认真过来锻炼功夫，应付着伊这个宇宙帮第二代甲这个宗教主啊，将后对着这个武林后果不堪设想。哎，学长生，望世里脱俗情，从上定受力的邀请，寒来观父母，坚持听落明。继续，咱是多位的财主玉家公林，失敬罪有多多。哦，天生善人，你使脑筋大真好。我还未出世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我是多位的财主，无唔对，我是皇庭七财主再来，奇财主不挪生啦。特来拜访，有事言谈。安尼，请奇财主入来台地，好在了。借问天生善人，你敢知影讲这个为何名利处神笔如龙，到底是啥物帮忙？到底是啥物派出来？伊会输啥物人？伊的过去一段心事呢？哦，这个代志我唔知影。伊有这个无情妄劫、独眼万孤魂的过去的种种，希望你给我指示嘛。独眼万孤魂我嘛唔知咧。当初我三弟在冒险的时阵，就是独眼万孤魂来解围。哦，其他事情我都唔知啊。奇才子不老生，你是天下间人称皇庭七才子，那你讲对着这个新秘书，你也唔知影要来问我呢？啊，你是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嘛？安尼好，天生善人，老和尚卖相声，恁三人一定呢，在这三个月内有劫数震动呢。最后，你对着武林公布退运，唔通出来干涉英叔。假设你若是真正要搁干涉英叔，这三个月内，你会踏入着死亡的陷阱。这个就是我奇才子不老生对你所讲过的话。请了。喂，老和尚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头拄啊，这个奇才子不老生跟咱讲过，讲的顺耳，咱也袂稳顿啦。这个三个月内，一定会跌入着这个死亡的陷阱。卖听伊一个讲英文，连白龙通无咧个信道拜的啊！哇！卖将星啊！卖将星忽然间，怎啊伫迄个厝顶尾怎叫连落来？死路，未喘气咯，爱去检查死路。我到底唔知啥物事？哦，卖将星啊！